关系一下。三号出口。你住百货公司啊？我去逛街。那你走几号出口？那你走几号出口？三号。三号，我也要去逛街。你是贺哲的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我有看到过你啊。真的假的？你住哪里？我没补习，但我今天晚上晃过去的时候看到你在那边，就跟到这里了。好镇定啊。好啦，我开玩笑的啦，我没有看到过你啊。今天贺哲有上课，随便猜一猜有一半几率会中啊。我来猜，你相信？你刚刚是不是突然不想逛街了，还在想等等要怎么摆脱这个变态啊？刚刚那个健壮男还是你的？你那么想要，我也没办法。这个防盗系统看起来挺高级的。我是跟后面那个啦。哪个？那个里面那个。你说角落里面那个。好啊，谁叫你要跟踪？谁跟踪你？你不觉得真的很丑吗？你说前面这个、哦？对啊，后面那个还比较好看。我不会再上当了。我认真的啦，干嘛帮这种东西搭配桌上的证据？要是他没这么偏心，不是这个东西摆在正中间，我一定盯住他后面。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。麦当劳的时候，店员看你想太久，就会推荐你点个双层牛肉鸡翅堡啊，点个麦香鸡什么的，都不是因为比较好吃，只是今天快过完了，没卖完，得赶快清一清。没跟你昨天卖剩的就不错。每次别人这样问，我都要想一下，到底是在批评还是赞美？他就当是赞美。所以我都跟别人说，我只是跟大家不一样，创新有主见，不是反骨。原来不是反骨，是自恋。不是自恋啦，自信。随便。但你不觉得有时候可以反骨的很讨厌，也可以反骨的很厉害？很多东西都这样。那些很讨厌的，就是什么都反。其实每个议题就有固定立场了，反正你说东，我就说西。现在脸书上啊，八成都是这种人，还要互相取暖。那你不就是在反？对啊。换你啦。换我。换你说点什么啊？不然都是我在讲。我先读五个英语，来念。怎么了？就这样啊。不然你还想听什么？你的其他部分呢？怎么了？那再撑两周就不行了。你看那个潮男，看起来酷酷的，但你觉得他现在在那边干嘛？蹲吧。看起来就是被放了。那你呢？搭捷运的时候经常把耳机戴着，但其实根本都没有人听到，因为刚好没有人听到。
为什么不想顺便听个音乐？这是你唯一觉得奇怪的地方。没有啦，我也常常为了不要看起来没事做戴耳机啊，可是我都还是会听音乐。你也会在意看起来怎样？那不是重点啦。对不起，谁？那些辛苦把音乐做出来的，所以我听音乐的时候，就是真的想听音乐的时候，就是无法边听边写作业，或为了其他原因而听。刚刚打给你那个，
当什么？他在骚扰你。我跟他在两个月前认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两个月内一定要交一个男朋友给他看。我那时候说的是气话，现在想起来真的很蠢。可是我建议交他的电话。你跟我说这个干嘛？到底跟我说这个干嘛、啊？所以你跟我走了一整个晚上的路，只是要找一个人陪你上象山，然后打卡上传，让大家知道，让他知道你有人陪吗？不要这样说。所以我就是那个麦香鸡嘛，随便答应店员点的麦香鸡。随便选了麦香鸡，可是麦香鸡还是可以很好吃的。我可能是听店员推荐，但要我再选一次，我还是会再选一次一样的。不一样，根本就不一样。你不用道歉啊！对不起。你干嘛道歉嘞？你又没有做错什么，你只是跟一个不知道为什么跑下车的笨蛋逛了两个小时的街而已啊！你干嘛道歉嘞？没有那样说。你应该要把握时间啊，快啊，还剩一个小时，两个月就要过了，你应该要再去搭个末班车，再掉几个发圈，快啊！在哪里啊？